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5月16日，伊能静儿子哈利在 ins 分享一张美照，和一位美女坐在室外自拍。照片中，美女穿着黑色短裙配牛仔外套，哈利戴着耳环、项链，穿着针织上衣露脐装，不仅露出肚脐，还特意秀出锁骨，眼神魅惑，看着镜头。哈利和美女好友的合影，美女上镜的效果竟还不如一旁哈利的眼神魅惑撩人。现在看来，哈利不仅仅是穿女装的时候性感，尽管是他并未戴假发，化浓妆穿女装的时候，哈利的魅惑早已经融入到了骨子里。哈利的两位美女好友在昨天晚上晒出一行人外出玩耍的合影，其中一位美女戴着墨镜，手里还拿着一支烟，并搂着哈利，另一位美女吐舌卖萌，哈利站在他们中间，有点萌萌的样子，像是有点儿喝醉了。哈利和女性好友在 KTV 里唱歌，还说谁是唱得最有激情的那一个。在好友的镜头中，哈利穿着打扮还是挺帅气的，到了哈利自己的镜头中，倒是穿露脐装秀锁骨，非常的母的一面。原来哈利和好友一起晚上去唱歌，白天去游乐场玩，大学生的生活就是这么潇洒，不缺钱花，不缺朋友，大多数时间都在吃喝玩乐，到处旅行，享受青春的美好，大学的轻松快乐的时光。哈利穿上男装还是挺帅气的，有些呆萌可爱的感觉。按照伊能静的说法，哈利之所以喜欢穿女装化浓妆，都是因为他在做自己的彩妆品牌，他在极力的为自己的品牌做宣传，并让大家关注到他们的设计。哈利今年19岁，刚上大学一年级，在交友方面，不得不承认的是，他的女性好友真的很多，鲜少看到他晒与男生一起玩的动态，包括这两天他和好友一起出去玩，也全部都是女生，只有他一个男生，似乎大家也不把他当男生看，一起又蹦又跳，可开心了。哈利前几天又晒出一组雷人照，戴着黑长直的假发，画着很浓的妆容，穿着吊带蕾丝的超短裙，脚踩高跟鞋，在大街上自信的摆 pose 自拍，并十分自信的秀出自己的好身材。哈利这组写真也颇受争议，不过妈妈伊能静一直支持儿子自由的做自己，想必她也不会干涉哈利的做法。哈利这几天分享的动态都在一次次的让网友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哈利。母亲节的时候，他好几次高调表白妈妈伊能静，同时他和女性好友在床上一大早直播，又穿蕾丝裙秀身材，和美女同吃一根面条等等。网友似乎也都习惯了哈利的做法，毕竟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而且他爸妈都不干涉，别人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一个真正包容的世界，应该就是允许他人选自己，用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